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遥远的北方，有一个小姑娘，她的名字叫星儿。星儿没有找到娘最爱的女萝草，反而用薄荷叶救了生病的小狼。狼崽！小狼从此变成星儿的玩伴，带着他进入狼的世界。到我后面去。我就不懂了，那么凶狠的狼群，为什么当年会把你救了，而且还把你养这么大，而不是一口把你吃掉？是什么好朋友啊？他是一个很听我话的，很讲义气，而且勇于承担错误，还是一个很贪吃的人。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觉得狼比人还善良呢。听起来倒是个好孩子，别看你这么欣喜，是不是那个朋友是位公子哥呀？是不是又心上人了？有机会把他引荐给爹，爹要好好看看他。狼崽，你是人不是狼，如果你不接触人类的话，你怎么可以分辨什么是好人和坏人呢？星儿很想问小狼，愿不愿意变成人，永远处理出大事。狼首山的狼怪杀了杜卫，我们要马上抓他归案。不可能的，他是野人，他不是狼怪，他就是我要介绍给您认识的朋友爹。也许他并非恶类，可你能保证他兽性全无吗？你走啊，有危险了就走，现在所有的官兵都在抓你，你自己的性命就不重要了吗？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彼此信任。狼崽，爹，你让我去接，我要去接狼崽，爹。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都永远换不回星儿和狼崽。如果你心里是因为狼崽而终身不嫁，那爹可能只有欠你一辈子了。爹，天星，千万别出来，爹怕有危险。狼崽，你
终于回来找我了。你不是狼崽？本王乃是大梁三殿下，按照朝廷的规矩，你可以称呼我为博王殿下。令朕现在坐在这儿，是不是应该更感谢另一个人呢？博王殿下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我与马家军欠你一份恩情。朕将你许配给博王，你和朕就是一家人了。不要逼我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，该干什么样的人。博王殿下又如何？狼崽，这是心儿的喜酒。对不起，心儿不能再等你了。你此番赐婚，我因皇命，你为利益，你我各有所求。在宫廷上，我会好好配合你演这出戏。摘星恳请陛下重启调查马府惨案。八府灭门的事以后谁也不杀害夏侯义被官兵追杀，只有郡主一个人相信。那狼崽时候，我们家郡主特别想去救他，可是被马家少主打断了腿。从此以后，请恕属下不能放行。让开，翟欣是本王王妃。